星星时常会在社群平台上不吝啬大家分享日常生活。近日他突然在社群上道歉，惊呆众人。他在动态上突然写下再度道歉，并且透露自己原本早上应该要去健身房放松，但是昨天跑猫空真的太累了，真的没办法动，所以就只好把教练放鸽子。最后更说出为什么我每天都在道歉这一句意味深长的话，引来网友猜想跟先前小甜甜事件有关。日前才在社群上因爆粗口向大家致歉，表示自己是修养不到位，恳请大家原谅。也因短时间在社群上道歉那么多次，因此这次谢欣写下再度道歉四字，意外引发网友热议。Bye.